来看，一只老黄牛的头被卡在了树根中，在那里拼命的挣扎，看起来非常的痛苦，嘴巴里更是散发着痛苦的哀嚎声。然而幸运的是，他那痛苦的哀嚎声将一名大叔吸引了过来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正在对他展开救援。在救援的过程中，大叔异常的小心，稍有不慎，锋利无比的电锯将会割伤老黄牛。这不是好心的大叔所愿意看到的。然而，这也是一头非常有灵性的老黄牛，他能感受到好心的大叔是在救援他，因此他也停止了挣扎，默默地配合着眼前的大叔。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。在好心的大叔眼中，老黄牛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他不忍心看着可怜的老黄牛就这么死了。日行一善，功德的三千，如果不是大叔发现了这只可怜的大黄牛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可怜的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。或许是上天也为老黄牛的遭遇感到了惋惜，才特意让好心的大叔发现了他。可以看到，为了救援可怜的老黄牛，大叔的头上在烈日的暴晒下也早已是累得满头大汗。虽然救援老黄牛的过程无比的艰辛，但是好心的大叔却并没有放弃，仍然在那里奋不顾身地解救老黄牛。看到这里的我们，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点亮我们的小红心，送上一句牛气冲天。被解救的老黄牛也肯定会祝福所有刷到视频的朋友顺风顺水顺财神。很快，在大叔的不懈努力下，树根就被大叔锯开了一截。紧接着，大叔找来了一根铁棍，用力将刚刚锯好的木块撬开。但是由于大叔刚刚用电锯割树根，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使得大叔现在用铁棍撬木块变得异常的艰难。就在这时，大叔使出了洪荒之力，此刻奇迹发生了，木块成功的被大叔掰了下来，可怜的老黄牛在此刻也得到了解救，将头飞快的取了出来。最后祝愿好心的大叔好人一生平安。